主料：基围虾400克，辅料：姜2片，葱3克，蒜3粒，料酒：干辣椒皮、胡椒粉、盐、鸡粉、花生油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，姜、蒜切末，葱切花，干辣椒皮，虾清洗干净，用剪刀进虾须剪掉备用。锅里放宽油烧热，待油温八成热时，放虾入锅炸约8分钟，捞起滤油备用。锅里留底油，爆香姜蒜末，加入干辣椒皮爆出味，倒入虾，调入少许料酒、胡椒粉、鸡粉，炒匀，撒入葱花即可上碟。烹饪技巧：用筷子拔动虾子，虾子表皮发出哗哗的声音，即表示虾子已炸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